们的手上这里，我们请我们的美丽的伴娘先帮我们拿着这上面的大爱心哦。我们要玩一个小游戏，上面呢有三娘的印，唇印，哪三娘你们猜？新娘，答对。还有一个新娘，新娘，新娘的新，哎，丈，以新郎来说，丈母娘，对，丈母娘，新郎，哎，新娘，还有一个娘，不是呢，不是伴娘呢，好，是今天最可爱的小姑娘我啦。好，那我们请我们的新郎猜一猜哦，哪一个唇印才是他亲爱的老婆原先的呢？猜对了我们就第二关，如果猜不对，万一猜到我的就要给我一个小红包，猜到丈母娘的就要给丈母娘一个小红包。你准备好了没？他用我味道的哎，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好，你自己揭晓答案，下面这里撕开就可以了。噔噔噔噔，好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万一再猜到我们就好了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猜看看，来，翻开 ，bingo， 给他拍拍手。红包就不用给我了，谢谢。好，第二关，恭喜你来到第二关。第二关，我们的新郎很有诚意的跟我说，他要献唱一首诗歌给我们美丽的新娘。现在我下去帮你准备你的麦克风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一定听过这一首歌。这首歌是《恩典之路》，我们请乐团老师预备，也请新郎为你预备。好，把你的手拿起来，跟着打拍子给新郎鼓励鼓励一下。准备多少花束？那各位。
新娘请稍等一下，现在到我们这里的是我们的立法委员黄昭顺黄议员。现在请大家拭目以待新郎的求婚记。云仙，请你嫁给我吧。我非常的愿意。我们的新娘对新郎真的很棒，好，给他拍拍手，恭喜求婚成功。家现在新郎要献上一份特别的礼物给新娘，现在就让我们来见证新郎对新娘的这一份爱的礼物是什么，你们猜一猜。这是银行的存折簿，要把存折簿交给他的保管。Thank you.